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玉书宝经。尔时，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在玉清天中，遇十方诸天帝君，会于玉虚九光之殿，玉香弥罗之馆，紫极曲密之房，月太幽碧瑶之极，考动威名臣之书，交头接耳，细意重玄，诸多陪臣，左右促集，天尊宴坐，朗诵洞章，诸天帝君长吟不虚，才女仙书，散花全绕，馥香引领，游戏翠宫，群仙岛前，仙劫后月，龙骑鸾鹿，飘摇太空，并集于玉范七宝层台，持有雷石号翁，于仙众中跃班而出，面天尊前，普信作礼，夺遍长跪，上禀天尊言：天尊大慈，天尊大圣，为群生父，为万灵师，今者诸天贤此良敌，是见天尊月宝集，考穷书，于中密则，不可履迹，唯有玉霄一府所统三十六天内院中司，东西华台，玄馆庙阁，四府六院，及诸有司，各分曹局，所以总司五雷，天灵三界者也。天尊至皇，心清数正，此等小诏，以何因缘得以屈服？愿告玉文。天尊言：雷师号翁，尔等先亲，处勋素世，类行昨生，故得玉府登庸，穷宫简禄，金资勋行，世素昨多。尔袭犀利雷斯，伪星火部，日复日，岁复岁，勋崇行著，性济神荣，克正高真，集结妙道，为是雷部鬼神，昼劳蜥蜴，冬有垂楚，大则烤鹿，谢云雕雪，无有以食，袭龙命压，此昔彼作，彼所因故，尔昔尔焉。雷师号翁，集诸天诸仙，怂耳而莫，天尊所作九凤丹霞之一，手举金光，明之如意，狼凤轻微，起于玉立。天尊既然良久，天尊言：吾昔于千五百劫以先，幸逢此道，遂未上真，亦酿此功，遂权大化，常于戴罗元始天尊前以清净心，发广大愿，愿于未来世一切众生，天龙鬼神，亦称无名，昔始超幻，如所否者，吾当以身身之，尔等喜心，唯尔宣说。天尊言：尔诸天人，欲闻至道，至道深杳，不在其他，尔既欲闻，无闻者是，无闻有见，即是真道，闻见一敏，唯尔而已，尔尚非有，何况于道，不闻而闻，何道可谈？天尊言：道者，以诚而入，以默而守，以柔而用，用诚似鱼，用默似讷，用柔似拙，夫如是则可与忘形，可与忘我，可与忘忘，入道者之止，守道者之景，用道者之威，能知威则慧光生，能知景则圣智全，能知止则泰定安，泰定安则圣智全，圣智全则慧光生，慧光生则与道为一，是名真忘，唯其忘而不忘，忘无可忘，无可忘者即是至道，道在天地，天地不知，有情无情，唯一无二。天尊言：吾今于世何以立生，为诸天人言此妙宝，得物之者比积仙作，学道之事性有气数，夫风土不同，则禀受自异，故谓之气，至于不同，则清浊自异，故谓之数，数系乎命，气系乎天，气数所佑，天命所固，不得真道，愚可以治，浊可以清，唯命比之，愚昏昏，浊明明，一风土禀受之一之，天地神奇机，使人不知，则曰自然，使知其不知，则亦曰自然，自然之妙，虽妙于知，而所以妙，则自乎不知，然于道，则未始，有以于智浊之。诸天闻矣，四众咸悦。天尊言：吾今所说，即是玉书宝经，若未来世有诸众生得闻无名，待明心莫想，作是念言：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，或一生，或五七生，或千百生，无极化形十方，运行三界，史称名者，贤德如意，十方三界，诸天诸地，日月星辰，山河草木，飞走蠢动，若有之，若无之，天龙鬼神，闻诸众生亦称无名，如有不顺者，国守枯心，化为微尘。天尊言：吾是九天真名大圣，每月初六，即旬中星日，监观万天，浮游三界，若或有人欲学道，欲习仙，欲幻九玄，欲识三灾，当命正一道士，或自同亲友，于楼观，于家庭，于礼社，教水葵花，客诵此经，或一过，三五过，乃至数十百过，
急得神清气爽。心广体盘，凡所希求，悉因其感。天尊言，身中九灵，何不照之？一曰天生，二曰无因，三曰玄珠，四曰中正，五曰子丹，六曰雷雷，七曰丹元，八曰太渊，九曰灵童。照之则吉，身中三经，何不呼之？一曰台光，二曰爽灵，三曰幽精，呼之则庆。五心烦闷，六脉称能，四肢失宁，百劫告急。一诵此经，天尊言，若或有人五行积减，九曜清晰，年逢行冲，运直客栈，孤臣寡秀，阳刃见风，劫煞亡神，鬼门勾角，路槽破败，马落空亡，动用凶威，行藏堪览，即诵此经，上行天官解天厄，地官解地厄，水官解水厄，五帝解五方厄，四圣解四十厄，南辰解本命厄，北斗解一切厄。天尊言，审厄符枕固极压身，积食符抽，求一往向，五神无主，四大不收，或是五帝三官之前，泰山五道之前，日月星辰之前，山林草木之前，灵坛古迹之前，城隍社庙之前，里巷井灶之前，四观塔楼之前，或地府三十六域，冥官七十二司，有诸冤枉，至此牵缠，或蒙诅咒时之所招，或债躲复偿之所致，三世劫性，一劫新仇，列其旧由，设其直对，皆当守谢，即诵此经。天尊言，天官符，地官符，年月日时各有官符，方于向背各有官符，大则官符，小则口舌，是有赤口白舌之神以主之，凡诸动作兴举，出入起居，不知避忌，如遇官符口舌，则使人机关，小夜兼吵，多招唇吻，面试被飞，动至口牙，蒙神祖佛，始于棒毒，终于垢底，由是欲送生烟，行现存烟，若欲脱之，即诵此经，遂得口舌前消，官符永息。天尊言，土皇九垒，七司千二百神，土侯土伯，土公土母，土子土孙，土家眷属，若太岁，若将军，若贺神，若太白，若九梁，若剑锋，若雌雄，若精神，若火血，若身黄，若壮命，若三煞，若七煞，若黄幡豹尾，若飞镰刀针，如是等土家神煞，若人心修补助，疑惑犯之，即致病患，以气丧亡，才诵此经，则万神皆起，天无忌，地无忌，阴阳无忌，百无禁忌。天尊言，世人夫妇，其余婚合，或犯咸池，或犯天狗，三行六害，隔角交加，孤阴寡阳，天罗地网，兼于四溪，多是孤独，若欲求难，即诵此经，当有九天见生大神，招神射风，遂生贤子，于其生产之时，太乙在门，司命在庭，或有冤牵，或有鬼魅，或有禁忌，或有凶恶，致令难产，起诵此经，即得九天未防圣母，莫与报诵，故能临盆有庆，坐草无余，凡有婴孩，在于襁褓，为旃檀神王坐下，一十五众鬼，加诸脑害，因多惊痫，一诵此经。天尊言，若人居止，鸟鼠送妖，蛇虫驾孽，抛砖掷瓦，心机弄狗，要求祭祀，以致引邪梦逼，急于奸道，而感惧其所居，以为巢穴，遂使生人被祸，贫户不清，夜啸余粮，昼看于市，牛马犬豕，亦遭瘟疫，或连骨肉，灾疾滋生，淫滋妖舍，党皮神坚，雕刻平仍，桑居跌书，若诵此经，即使鬼精灭爽，人物咸宁。天尊言，九天雷公将军，五方雷公将军，八方云雷将军，五方蛮雷使者，雷部总兵使者，末传判官，发号施令，急如烽火，有妙可伐，有坛可击，有药可除，有祟可遣，既是末法，多诸巫袭，邪法流行，阴司严导，事故上清，乃有天言进鬼路间之庭，地由树妖考邪之房，能诵此经，其音如响。天尊言，天温地温二十五温，天谷地谷二十四谷，天寨地寨三十六寨，能诵此经，即使温黄清净，蛊毒消除，劳债平复，亦有其由，或者先王复联，或者服尸故气，或者种送木柱，或者死魂染惹，或者尸气感召，凡此鬼神，或悲思，或悔恨，牵连执政，病源注射，成系四间，乃得其变，故此经者上通三天，下彻九泉，可以追见魂爽，
超度祖玄，太上遣素车白马大将军以兼之。天尊言，若或有人野装远行，贼盗惩奸，武兵加害，路行及虎狼，萧玉磨其牙；水行则蛟龙远拖张其仪，或贪赖有幽往之魂，或风涛有结束之会，前王后化，捉生待死，能于此经归命投诚，故得水陆平康，行藏邪极。天尊言，抗阳为虐，雨则迁期，祭藏此经，阴时干树，积阴为利，雨水静盈，祭藏此经，阴时朗祭，祝融山货，飞火明居，赤属游城，经若离树，此经可以攘之，海若失经，鱼鳖忘形，洪水击天，民生电逆，此经可以止之。天尊言，世人欲免三灾九横之恶，急于敬业，稽首北辰，北辰之上，上有三台，其心并缠，形如双目，叠为三极，以夫斗魁，是名天阶。若人见之，生前无形求之忧，身后不沦莫之苦，斗中富有尊第二星，大如车轮，若人见之，流行注视，长生神仙，归命此经，投心北极，极有敏感，斗为天书，中有天罡，在内即为连针，在外则为破军，雷城十二门，并随天罡之所指，罡星之丑，其身在位，所指者吉，所在者凶，余味皆然，若人见之，寿可千岁。天尊言，世衰道危，人无德行，不忠君王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友兄弟，不成夫妇，不义朋友，不畏天地，不惧神明，不理三光，不重五谷，身三口四，大乘小斗，杀生害命，人百几千，奸私邪淫，劳务叛逆，从未止住，三观古笔，太乙遗文，极富五雷斩堪之思，先斩其神，后堪其形，斩神诛魂，使之颠倒，人所比见，人所嫌害，人所怨恶，以致堪行震失，使之崩裂，驱其卷水，亦其屈居，月和寻教，富有考虑，一闻此经，其罪即灭。若或有人为雷所称，其事不举，水火不受，即称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，作事念言，万神稽首，闲听无命。天尊言，此经功德不可思议，往昔劫众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所曾宣说，致使受经皆当团经致毕，蒙天以传，雷师号翁，常跪拜星，崇禀天尊言，是经在处，当令土地司命随所守护，雷不暗临，以时机审，若人家有此经，至诚安奉，急得祥烟满庭，庆云阴轩，祸乱不蒙，急福来翠，于其王末不经地狱，所以者何？此即往生，生归善道，成天尊力，有此灵通，出入起居，佩戴此经，众人所亲，鬼神所畏，遇诸险难，一心称名，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，悉得解脱。于是雷师浩翁对天尊前而说偈曰，无上玉清王，统天三十六，九天普化君，化形十方界，披发齐麒麟，赤脚聂层冰，手把九天器，啸风鞭雷霆，能以智慧力摄服诸魔精，嫉妒长夜魂，利益于众生，如比银河水，千眼千月轮，是于未来世永扬天尊教。十雷师浩翁说是记忆，天尊言，此经传世，世人未知，吾今所至九天应元府，府有九天雷门使者，以纠路点者，连访点者佐之，复有四司，一曰略胜司，二曰击歹司，三曰幽往司，四曰报应司，各有大夫以掌其事，吾之所理，亲师使相，贤赞原话。天尊说是金币，玉焚七宝层台，天花缤纷，穹香缭绕，十方诸天帝君贤称善哉，天龙鬼神雷部观众，三界万灵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